168号广州舰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052B 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它是我国海军一系列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大约在2002年，它硬朗的舰型一经亮相就成功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时光荏苒，一晃广州舰已服役超过15个年头。近日，社交网站爆料168号广州舰停泊于某水域，舰上大部分装备已被拆除，极有可能正在进行中期大修和现代化改装，也许纠结了17年之久的垂发装置要上舰了。从画面可以看到，168号广州舰上的装备基本已被拆除，它将会如何升级改装又成了新的热点。外界认为，前后单臂区域舰空导弹发射架大概率会被期盼已久的垂直发射装置取代，弹源数量为前16加后16，又或前32，后部改为双机库，增强反潜能力。广州舰上原有的鹰击8系列反舰导弹也将可能被鹰击12取代。鹰击12是新一代全程超音速远程反舰导弹，可轻松钻透对手防御体系，已成为我军通用反舰武器的主力弹型。